网线该怎么接呢？我喜欢这样接啊，我觉得这样是最结实的。先剥皮，然后把它俩铰接一块。全老板他朋友家的，不收费，不过全老板需要请客。我用是电烙铁啊，便携式电烙铁加充电宝，直接给它镀下锡，这样的话就更结实啊。350度直接大马蹄烙铁头直接镀锡就行了。这就是我橱窗里的焊锡啊，应该购买的应该到手了吧，大家可以反馈一下你买的咋样，使用这感觉咋样，这款用着还是比较顺畅的。另外昨天发的视频比较失败啊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卖这个锡锅，其实不是啊，我是给大家推荐我这个电烙铁，也就是现在用这把啊，正好有活动。烫完锡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热缩管缩一下，建议大家用这种加厚的并且带胶的这种热缩管啊，假如太薄的热缩管你一缩，再加上这上有点毛刺的话，容易把这个热缩管扎破。最后上面再套一层热缩管，这个也是加厚里边带胶的。最后是接了两个这样的接头，打了5个面板。网线你是怎么接的？欢迎视频后面留言。